早餐吃什么？早餐吃什么？我正在吃饭。我正在吃饭。今晚吃什么？今晚吃什么？你去哪儿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需要买些什么？我需要买些什么？我今天去了超市。我今天去了超市。我今天很累。我今天很累。你能帮我一下吗？你能帮我一下吗？我正在做饭。我正在做饭。我可以洗碗。我可以洗碗。我正在准备晚饭。我正在准备晚饭。你感觉怎么样？你感觉怎么样？我饿了。我饿了。我想吃披萨。我想吃披萨。我今天要去公园玩。我今天要去公园玩。你看电视吗？你看电视吗？你遇到问题了吗？你遇到问题了吗？有什么新鲜事？有什么新鲜事？我们吃饭吧。我们吃饭吧。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爱你。
我爱你。你洗澡了吗？你洗澡了吗？我喜欢看书。我喜欢看书。我今天很开心。我今天很开心。我想看电影。我想看电影。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我想吃面条。我想吃面条。这个游戏很有趣。这个游戏很有趣。我们晚上吃什么？我们晚上吃什么？我已经吃饱了。我已经吃饱了。这个食物怎么样？这个食物怎么样？你今天想做什么呢？你今天想做什么呢？我想听你讲故事。我想听你讲故事。这个节目很好看。这个节目很好看。这个电影怎么样？这个电影怎么样？你锻炼身体了吗？你锻炼身体了吗？你要去散步吗？你要去散步吗？你听过这首歌吗？你听过这首歌吗？你今天学习了吗？你今天学习了吗？今天天气真好。今天天气真好。你吃过早饭了吗？
你吃过早饭了吗？妈妈正在做饭。妈妈正在做饭。你今天做了什么？你今天做了什么？我今天去上学了。我今天去上学了。你今天开心吗？你今天开心吗？爸爸正在看书。爸爸正在看书。我们一起看电视吧。我们一起看电视吧。我喜欢听音乐。我喜欢听音乐。你今天工作累不累？你今天工作累不累？我想喝杯咖啡。我想喝杯咖啡。爸爸正在看报纸。爸爸正在看报纸。你需要休息一下吗？你需要休息一下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今天做了什么菜？你今天做了什么菜？我能帮你做什么？我能帮你做什么？我收拾了房间。我收拾了房间。你需要帮忙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我正在看电视。我正在看电视。你今天看起来很高兴。你今天看起来很高兴。妈妈，我需要帮助。妈妈，我需要帮助。
你想吃什么菜？你想吃什么菜？这个蛋糕很好吃。这个蛋糕很好吃。你今天看起来很漂亮。你今天看起来很漂亮。我想去旅行。我想去旅行。我在做作业。我在做作业。我喜欢这个颜色。我喜欢这个颜色。你们在讨论什么？你们在讨论什么？我正在做作业。我正在做作业。这个衣服怎么样？这个衣服怎么样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在看什么电视节目？你在看什么电视节目？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你明天要做什么？你明天要做什么？上周你做了什么？上周你做了什么？最近天气怎么样？最近天气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喜欢去哪里玩？你喜欢去哪里玩？你觉得这个好吃吗？你觉得这个好吃吗？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
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笑话？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笑话？这个东西你用过吗？这个东西你用过吗？这个游戏你玩过吗？这个游戏你玩过吗？这个餐厅好吃吗？这个餐厅好吃吗？你今天晚上想做什么？你今天晚上想做什么？周末你们想去哪里玩？周末你们想去哪里玩？我刚煮了一壶咖啡。我刚煮了一壶咖啡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你需要休息吗？你需要休息吗？今天的晚餐很美味。今天的晚餐很美味。孩子们睡得怎么样？孩子们睡得怎么样？你什么时候下班？你什么时候下班？这道菜真好吃。这道菜真好吃。今天学校什么新鲜事？今天学校什么新鲜事？你要喝茶还是咖啡？你要喝茶还是咖啡？我需要你的建议。我需要你的建议。你玩得开心吗？你玩得开心吗？晚餐是什么时间？晚餐是什么时间？祝你工作顺利。祝你工作顺利。你锁门了吗？
你锁门了吗？你能关掉灯吗？你能关掉灯吗？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你睡够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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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